I'm back in Seoul. 我们现在在 Apgujeong. OK, 又是找食物的时间了。我没有来个感言说 goodbye to Jay, 就是 yep, 回去再感言吧。今天的天气感觉不是完全不是冬天，它是微冷而已，我还要穿到这么厚，为了 fashion, 为了衬托我们一般朋友，因为他们今天穿的是比较 extra 一点点 extra。帮人加个包的吗？你要什么颜色？什么 size？ S M。
的最爱的品牌，买了好多，下次进去看有的东西买。OK。买到是单身，没有单身。中午的立场就是没有吃鸡，然后他们就点了一个鸡，我就点了prawn感觉好像很好吃。我是觉得好吃，可是我觉得它的面可以再软一点点，好吃。为什么做的很好吃？金龟泥，比较清晰，而且是我的口味。毛尔尼，今天是。今天穿了一身 feeling like Jenny but 会穿我的小帽子，那这是我在Jeju买的 Adidas feeling like Jenny 同款，这是我是在Jeju买的，非常喜欢这个外套，然后这个鞋子真的是穿了整个 trip 吧，很 OK 啊，真的很好搭。那现在我们现在去找这个东西吃，回来了Karazuke，因为我们今天七点之前有点晚了，所以就来这里酒店附近这边吃。因为我们本来想说要去 Hongdae， but then 因为 Hongdae 太远了，我们打算星期一。OK， 那现在是我念 sexing 走了好久，终于找到这个 chickpeas。不想再吃那种韩国餐啊，汤啊，那种肉的东西。你们都知道我非常喜欢 eat clean 的，而且是很喜欢。我们用微信来到了这里啊，快进你们看。这个是我们太晚了，我本来在去吃牛奶面，到那个地点，在一个区，剩下这一点点，我们想说还是进去啦，我就觉得没有带一些希望，可是这个真的是很好吃 ，Oh my god！可能不是一个旅游景点，或者是小红书你会看到的路线，可是真的是好吃，它的汤很入味，很入味，很就是这样，好吃的推荐。等下我拍那个店的名字下来。刚才那个叔叔就是就给了我这一个卡片，就是在这里了。然后如果你们想要来，可以来这里，真的很好吃。身体好像不能删这样的，毕竟 OK 了，才这样才有那个 net。都给他吃。今天来到了 Hongdae，
来了这么多天，第一天才到这里，很热闹。在我身后呢，是一个开放式的一个球台，很 cute。我身后就是许愿的一个机器吧，就是根据你的生肖然后选的。你在你转那个球下来的时候，它就许个愿，然后等下叫我们的韩国粉帮我们看里面写的。韩文 OK， 我用 Google Translate 了，然后没什么特别，就一个 experience 吧，玩这个。现在来到了 Chung K， 我是第一次来这边，因为都不会唱韩国歌，他们会唱而已，所以我是来陪坐。Good morning， 今天来到了一个地区是马普沟，那我就在考考面那边找到这一家拉面店。哇，没有想到很多人，我们要拿号码，可是我们也要排，就是看到这么多人应该是很好吃。我们不小心找到了米其林奶，米其林奶，而且是有好几年了的。很好吃，我穿它的面，有点辣，就有辣哦。Brown, that's a jam, that's a jam.啱啱食完嘢，又嚟食 donut， 點都點得食得。现在我要穿另外一个颜色，我本来要买 brown 的。我穿了这个衣服就感觉 normal， 很工作这样子。然后裤子呢，其实 is the same， 所以我就不要等的，所以贵一点。
分哦。跟我们平时吃的五拿一，那个酱，冬瓜好喝很多。快点，淡水。总结来说呢，其实是蛮好吃的，因为是很新鲜，反正是有点小贵啦，200多块一个人，就是很少。可是它这就是新鲜的乌拿鸡哦。但如果给我下一次回来韩国的话嘞 ，no， 怎么样都要 try 一下，都 try 啊，觉得 OK 是 OK。回到房间啦，今天很早回来耶，可能可以有时间拍一下东西，因为差不多要回去了。然后我就在 Olivia 买了这个，这个是我朋友介绍的，他讲这一个呢会让我掉 fat， 就是可能吃太油的时候呢可以喝，所以我 try 一下看。这是我也是第一次买，没有器官，我觉得很心痛，因为一盒70块，然后里面只有6罐，就是一罐10块，哎，其实很贵，一罐10块。希望你可以帮我消到油啦。 OK， 先试一下。嗯，嗯，爽啊。不吃什么好喝的饮料了，在这边写 concentrate on diet， 这个如果喝到好 let me try first， 如果有好的效果再跟你们说。是黑黑的，然后我们全部的搭配都是蛮蛮衬这里的那个感觉的。有，最近我们吃牛肉，这一家是 Ash 找的一个卖来的一个 restaurant 吧。不知道好不好吃，说等他 try 了你们知道哦。味道鸡腿吗？这个是我的，没有 cheese 的，你看他们的有 cheese 的感觉就比较美。OMG。有点牛肉，我刚吃一片的 ，so good。快点了，像刚刚就是煮好。今天是我们来 General Monster 的 Flagship Store 打卡，然后这个呢是General Monster 的 team 呢就带我们四个人呢去逛逛从 Tambourines 然后到 General Monster， 而现在我们来到的 Tambourines 就是 Jenny 新代言的香水品牌，这个呢是他们的 signature。 嗯，我喜欢看那个，这个很像，嗯，他们的 signature 很像 Camo 是他们的 signature， 看我的那个Jenny 同款。Jenny 同款。这个是那个宝丽多。这比较甜的。这个。很甜的。蛮香的是。嗯，这比较花香的那个。这个是的。之后我喜欢的那一个 Kmo 是 Jenny 同款的，它是 sold out 的，是完全没有的买，所以我就可能选那个 Bando， 就是这个，这个我闻到这个还蛮香的。OK， 我就拿这个。除了买香水之外呢，我还要买一个 candle， 是这个。然后他们其他两个都卖完了，所以我就拿吧，因为我是不会点的，我就拿来摆而已呀。现在来到了楼下的 General Motors， 总共有3个楼，所以我们现在逛逛看看。而且这边是跟store 的有不一样，它每一间 store 其实的设计都不一样。那我们来到的 flagship store 是最大的，它可以看到四周围是。我可以穿一半，那我就穿我要的东西。酷的，这蛮酷的。如果它比较的 LV， 好像有一点重量。
后终于来到这个 New Day 的活动，我们全部都很期待吃，因为我们点了几个很 cute 的东西，然后也点了咖啡。Yeah, I can't wait.Here, hi Jenny. 就好多好多人在这边，我们为了要跟那个靓仔，就是这个对，我们拿了 Jenny 的海报，小粉丝。来到了昆山摩尔，是收最新的哦。下面算是food court 啦，海鹏，我点的这个 egg 蛋，所以 egg drop 是广州，所以 egg 蛋是从 LA 的，这是 like the original。但我刚才看到有那个炸酱面，我真的是很喜欢哦。你们懂我很喜欢吃面 ，and then 我就在这边看到有人在吃黑黑一坨的。黑黑坨那个面的那点餐，哇！我就马上去点，我就不要管我的 extra 了。分享了一些吃的、玩的、喝的，然后还有shopping， 就这样，我们就是一直 shop， 然后就是 shop 那些小众品牌，所以呀 ，say goodbye to 韩国，在这两个星期真是太久了。那么我们有没有变胖？一定有，一定有，多东西。因为舍不得，然后又很想回家，我现在跟 Brian 讲了一下。想念我的床。呀，都我是想念我的那 me time 嘛，想念耳边。有啦有啦 ，OK 啦，就这样子，就 Goodbye 韩国，亲主们 ，Hello。Goodbye 韩国，亲主 ，Goodbye。半单，1000多这样子。